还剩十秒，还剩五秒。PA， 干了，现学现卖。请挑选英雄。要玩影魔呀？都说是五分队了，应该比较稳吧？这次是不是点那个人点了很多要随机到的逼东西了？没了，直接死了。啊，伯父英俊你还没加我好友啊。请挑选英雄。哎，别啊，靠，这么快就满了。妈逼，都打天机的时候还经常一起的兄弟啊，多他一说。请挑选英雄。真玩一模。他还选凤凰。驱魔走中吗？我中吗？请挑选英雄。哎，怎么分落好？你走中啊。哎，九神，你这装备去劣势了吗？对啊。哎，马哥买主演给我吧，我想好装备好点是吗？你们有没有打过这正新版本的吗？打过啊，出闪失很屌。真的吗？你没骗我。不骗你啊，这版本就出闪失的，出后药没用的，它幻象持续时间特别短，但是幻象出来特别多。出
是勋章去打麻将。当然。征战号角响彻全场。悄悄的走。在等待。哎，我操，没踢上去。前进。赚了还是亏了？赚了吧。啊，刚刚这个位置没踢上去，我操！直接往别人身上飞。那个猴子勾兵线很难勾。一如既往，这勾兵线勾着勾着，哎，这好凶啊！不怕不怕，妈逼兄弟，你如此玩多了吧？我选择死亡。谁见到玩多了？九十可以出个屏，我换控服可以。OK。屏也贵啊。哎，九十暗示你，你出个屏给我用。这个波峰英俊还是比较懂。当然。醉了。快催我，妈的，催我不能出去。你看我站着，他们不敢动你了。你是我的从心到魂。我这个地可以多很多技能是吧？啊，这比你妈这不知道我地插了个眼，过分了。一如既往。小福看中了什么？物质层面已经彻底中了。啥什么意思？我将受到攻击，行动。回一波！我操！
可以加了。对啊，小兵都可以加。我选择锁。我什么都没看到。这猴子就直接战鼓打架了。战鼓闪失太厉害了。真的吗？你别骗我。真不骗你，我操！除了闪失我踢到。老大。妈，这二打三好吃力啊！这个眼药怎么给人啊？按住砍他！哎，我刚按了，怎么没有给到他？还行还行，这个线也还行。啊，他那边叫什么？他那叫什么？我拉一点。他回家了，上个小时他弟弟了。嗯。谁见到就危险。真是我发现多少分？啊？你去下路补吧。我怎么觉得他要单杀我？两个是两个。啊！他没命了，刚被我打出来了。我靠！真这么厉害啊？你没骗我。反正打的好多好多啊，这个东西分身特别多。敌方上塔已被摧毁，怕不怕可尤其可怜哦，哇，三个张 TP 全缠起来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夜影建筑全面加固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这下路我不想去了，我踢不下去可能会死。行为毫无价值。
啊，九生保不住你啊！你妈逼来就来三四个。没事没事。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一会儿就去。我出骨灰会不会很厉害？感觉拿不够啊。搬有光法，你说是啥？你出个啥？是这个骷髅王黑狼复活的，就这个。骷髅王看起来很难到处都捡。哎，来结花草。他走了吧？你看你踢到一个，踢掉。壮了，但那也说。谁呀？马哥，加个蓝，马哥。确实如此。刚可以追了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敌方下塔已被摧毁。我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好吧。夜影剑技全面加固。怎么有点卡啊？哎，马哥加个蓝，马哥。我靠，这有多少兄弟啊？看不清啊！完了完了！啊，我拉，走了。什么野鬼？改天就晓得。我必须把你打入黑暗的道路。行动！哎，给我拉下面来了，我要吃福了。爸爸拉我，爸爸。他拉我了。妈给，妈给他。拉不来了，大招结束。我去上，我去自在斗罗。千万别怕。我还不知道他不知道的死。感觉难，有闪失就烧了。我们把主塔拿了。
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前进！哎，发条多少条？这个发条好多啊！这个发条在这边放一下干嘛？是不是有点高啊？我回去你拉我吧，可以。行，你拉我拉我。有点不安全，怎么办？那回家了。当然。千万别怕。这个位置不太好调整角度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的灵力大收藏品。哎，给我，给我。好他妈反了。啊，少说。我他妈说完，你直接给对方。哎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磕屏障。回家了。既往。绝对杀九神的。哎，九神带我们来了。这发条够了，你们救不到的。哎，我可以拉你出来。在哪？哎，我操，差点成功了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无所不及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咬不出来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并咬不出来。这个蛋打掉，能撤掉。我方下塔需要支援。
哎呦！知道。Nice。哎，怎么没拉下来？我选择死亡。你妈太近了，你妈被墙闪现撞墙了啊！我操！黑皇城，敌方中塔已被摧毁，夜眼陷阱全面加固。马哥加个蓝。这输出好高啊，什么输出？敌方中路兵营已被摧毁。哎呀，我要被勾了。马哥需要加口了。鸡鸡，行动！向前！已被摧毁。火方上塔已经失守，敌方下塔已被摧毁，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，敌方下路兵营已被摧毁。骷髅王救命啊！火方上塔需要支援。啊，这倒霉！波死了。塔需要支援。快！想听听你说说。还有更多的灵魂。
敌方中塔已被摧毁。埃及肉山。还玩吗？我说我还玩吗？几点了？5:10了。几点？